tell him to rape me with a sickle of leather. Parsley, sage, rosemary, and thyme. I'm gathering toil, a bunch of heather. Then he'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.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? Parsley, sage, rosemary, and thyme.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. 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. 唱的真好听啊！来，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杨盼，来自吉林长春，今年28岁。啊，这么年轻啊！唱的歌真好听。谢谢谢谢。学过。对，我是从小就接触音乐，然后毕业于长春大学特教学院。在2012年的秋天，我举办了一场个人的公益演唱会。在这次演唱会上，我现在的恩师江小波老师，当时是作为嘉宾，他听到我的歌声和我的故事后，就答应义务教我，这一教就是到现在。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呢？这个要感谢我的妈妈。我听妈妈说，我小时候特别爱哭，无论用什么办法哄我都止不住我的哭声。然后就有一天，妈妈就给我买了那台电子琴玩具，然后我就不哭了。也就是这台电子琴玩具打开了我通往音乐道路的大门。你说这也奇怪哈，这有些孩子吧，对有些东西就天然的敏感，是吧？那小的时候是一听见电子琴的声音你就不哭了，对吧？嗯，对，有、那个、我小的时候只要一闻到冰激凌的味道，哎，我就不哭了啊。所以你天生是一个唱歌的人，我天生是个吃货啊。那这么说来的话，你从小就没有观感。对，我小时候就没有见过光明。想象一下，与你朝夕相处了这么多年的妈妈，她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没有看见过妈妈的样子，但是我时常会摸妈妈的身体和妈妈的脸。我可以这样想象，妈妈是1米6左右的个头，身材不胖不瘦，高鼻梁，双眼皮儿，长方形的脸，啊，这就是我的想象。长方形的脸。对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要有请他的母亲，看看这个杨盼所描述的妈妈是不是跟他所想象的是一致的呢？掌声有请妈妈。你好，胡老师好。好，介绍一下自己吧。我是杨盼的妈妈，叫何明香，今年55岁。55岁，让我看看，长方形的脸，高鼻梁，你身高多少？我身高1米62。1米62，描述得非常准确嘛。所以有的时候看自己的妈妈不是用眼睛看的，是用心的啊。当初发现她没有观感是不是意外发现的，还是通过了有什么征兆？他们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是胖胖乎乎的。胖胖乎乎的啊、多少斤啊？生下来6斤半，皮肤很白净，特别招人喜欢。在10天左右吧，就发现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。不瞅东西，不怕光。到了孩子大一点，8个月的时候，跟盼盼的爸爸去了做了检查。他当时诊断说盼盼是先天性视网膜没成熟，就是这辈子见不了光明。这么小就得从他生下来这一生就在黑暗中度过。当时我的心情用语言无法表达，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整天整天的就暗无天日的这么活着。就他看不见，好像你也看不见了，因为你看不见未来。
对对，后来的时候孩子经常问我妈妈，别人都说是颜色红颜色，妈妈红颜色是什么呀？妈妈白颜色是什么呀？当时我的心像刀割一样难受，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跟孩子说你和别人不一样，但是我还得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，给孩子说这一切。当时我就说孩儿啊，你和别人不一样，因为别人能看见的东西你看不到。人世间有两种人，一种人能看得到，一种人就看不到，你就是那种看不到的人。我就这么回答他。这样的回答太残忍了啊，在我们所有人认为轻而易举的本该拥有的，在杨盼这儿却成为了奢望。